はい。哦，加成过一下劲儿吗？真的很黑耶！300票的一个热气球，热气球就能过一个。你是脸吗？你身材这么好吗？是一家五小脸，比个子那个人。我穿了那个，穿了高跟鞋，我知道。家人们，一个热气球过一下掌管，过一下加成。但是自然美，我是化了妆的。加成过一下。不是我晒得可黑了，真的。谢谢我小草，不黑吧？对，用餐吗？对，有加成了。真的晒的，用餐晒黑了已经。我看一下我们俩谁的手白一点。哇，真的真晒的，还好我的脸不是这样。我的白一点啊，还好我的脸不是这样。牙签记了一下时间吗？晚上好，谢谢雅宁哥送来的西瓜。听雅宁哥你睡起了没？啊，电话给我你叫。谢谢雅宁哥，欢迎啊，家人们欢迎。哎呀，我等等吧，现在只能吃。U3 有165。165，预算挺高的，可能现在不止了，我长高了。对，现在他现在可能165都不止了。对，我长高了。加成了，家人们，我们有票的妹妹吗？姐妹俩一个比一个长得越来，谢谢。咱们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，亮粉丝灯牌，谢谢家人们。谢谢、啊。关注是免费的啊，然后一毛钱的粉丝。我给大家跳舞。你学会了吗？这个给大家跳老舞了，算了吧。送你吓人，是吗？一万人在找，没有姐姐长，没有姐姐，正常啊。我本来就不高呀，啊，我能接受。对，雪哥在，谢谢雪哥，谢谢。亲妹妹吗？对的，是亲妹妹。我们三姐妹呀、啊，谢谢，是亲妹妹、啊，谢谢小草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。等我手机再发胖怎么办呢？是标准是标准高度是，我们给带进来了，不算吧，亲妹妹不算吧，有哥哥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应该不是没有哥哥弟弟。女生在你后面，标准身高，我的女生在你的后面。标准身高，你给女生刷点礼物呗。160标准身高。啊，你有何必？你漂亮，对。我只有幺五妹妹，不是妹妹，真的太丑了。谢谢，有点长，真的。不长款，谢，就是像长颈鹿一样。好的，我的女生，你给女生送点礼物呀，你的帅哥，谢。哇塞，谢谢，对，感谢雪哥，还有谢谢我的小草，谢。谢谢我的展馆哥，指望你的身材很好，谢。谢谢我雪哥和小草，谢家人们，认个干哥哥的，认个干哥哥。谢谢，让你们破费了，谢谢。干哥哥，干哥哥没意思。干哥哥，我觉得可以啊。你方便跳舞吗？因为我们没有高跟鞋。U3经常去。这样编头发好好看啊，真的。U3要经常去景外体验。他们要戴美图。这上面还要戴那个对吧？美图，那肯定更好看。他们是不一，果然不一样的。那还是坐下蹲吧。要经常去。景外体验气氛是可以。哎呀，等我过几天不来了，我就去景外跳舞。你什么时候不来呀、啊？色达天女吗？好的，家人们，我们前几天真的，等我在我的女生，她特别像她自己的妈妈。对，我真的很像我的妈妈。欧阳美女，你们认识我妈妈吗？嗯。欧阳。我好胖呀，是发型的原因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我的家人们。嗯，来，
其实这还是写作能的全文章。肯定认识我们是。可以去点一个，其实这都是作文，全文都是作文。对，感谢我雪哥和我小草。给你是两个高级灯牌，对对。肯定认识我们是哥哥。谢谢。有电吗？他怎么办啊？我手机。不是吧。我手机充电的时候又卡。他跟你一样高，明天走秀死。哎。我没亮灯牌的帮忙亮亮粉丝灯牌，大家谢谢家人们，然后帮忙点点赞，我们点赞到的丑男单错，我们点赞到10万呀，大家一起加油，点赞到10万，谢谢，谢谢梦，就是木肉，梦童哥送来的粉丝灯牌。我的女生抖音号是哪里？没有电，充电的时候又发烫了。你都不知道她的抖音号，还说女生，真的，你这个女生。哇，我这你这个眉毛是美颜吗？没事，小风扇。不知道。应该手机应该都要发烫吧？那个温度。你女生的抖音都不知道，还女生，女生真的是开玩笑吧你？我真的没有她的抖音。而且都有点卡。你可以给她关注啊，关注。我现在真的我长得像个大妈一样，在他们两个中间。不是你明天化个妆再来吗？他唯一欠你就是化个妆，他记得给囊囊照起来。我的眉毛好好看啊，真的，水里病一下子。啊，眉毛。我以前手机发烫的时候。那个是他的抖音号。我以前手机发烫的时候就拿到空调下面。他的抖音号是。就是有一个，然后又拿回来。没有没有，这里没有口红。36级的找女生，36级的，36级大哥找女生，对对对。那36级大哥，你这个36是给谁的？不是钱，我以为是钱。姐姐的包包里，我着急在这上呀，你怎样子嘞？有种贴在手机上降温的，就是退烧贴。对，退烧贴，我之前买了，但是退烧贴没有很管用。谢谢好学的强哥，谢谢强哥送来的粉丝灯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放水里啊，台等一下放水里。但是大家看我的形体特别好。等一下放水里并一下。高姐，你老姐起什么？因为走上前台，搞翻你老姐。什么意思啊？还。你用喷子去做点事了，旁边有人是，我妹妹。算了，再放几次。太冷。或者在冰箱里面冻一下。这怕你这热天。我要就是在抖音号不给的。你的美颜很适合我，你觉得美颜你种的。因为我没有开设脸，设脸根据那么几人种的天气。开玩笑的。33号是不是 ？Hello，Hello， 这是干爹啊。叔叔好。欢迎啊，家人们，欢迎。然后这个是雪哥。雪哥好。啊！我手好，他手好黑啊，家人。你为什么比我黑啊，手？放屁，应该没有。朱木女士，你好，你好。妹妹好，油酸确实晒黑了，对。大家好，斯凯斯才是真的好，不能忽略所有人。大家好。对对对，大家好。不行，必须要涂口红，好吓人。我的嘴巴都是那种。好黑啊！天哪，回来的时候你发现晒黑了。我的那个有口红吗？那不是一种人眼的，要有枕头。有吗？给你拿一点。给主播刷跑车，让主播告诉你。用三度假爷爷来成都了呀！对呀，我们都回来了。有没有我的意思？我这里，我这里为什么黑呀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，你这里用三。我回家干农活了吧？不要说了，他不干我，他一个都不干。我在家里又不干活，我就是防晒没做好，我真的。我在家。到时候说一下啊，到时候说一下。到成都的时候。能不能说一下？从你那里上班上了三分钟来了，对吧？小杨没行这种教学，哥我意思。找教学请你吃饭，好的好的，算。我们三个。好的好的，咱们先来吃个。
我肯定是你们搞的认真。对对对，真的，你们也交个朋友。就算能不能背多那桶水，我还是可以的。我小时候可以，他应该能背。小时候我们都很能干，而且我力气比你大哦。只是那天我没有背。什么时候力气比我大的？我们俩我力气很大啊。你比永远力气大，比我的话，我们俩要不现在忘记我们两个那个了吗？就是了了，先个是。我们俩直播间来一下。你忘记我们俩以前？老家没什么农活要干的啦。你忘记以前我们两个摔跤过了吗？摔跤是直播间。欢迎。你忘记我们俩以前摔跤过吗？我们摔跤一起学吗？一起。老家没什么农活要干的，对对对，是的。因为通过家人们，咱们没亮粉丝灯牌的，帮忙亮一下粉丝灯牌，谢谢。我的水在哪里啊？点个灯嘛。对，老家风景太美了，真的。录五十来。你也能录几百万？还有那有的那光你和润不上去，哪里也有。